这个 UCC 的咖啡，再加上这个最重要的美味的水，还有用这个古川越的水做成的咖啡豆呢，再加上古川越的牛奶做成的冰淇淋呢，也是上山来的 Facebook 的名目哦。一边吃美食，一边吃冰淇淋，然后一边欣赏眼前的景色吧，是不是超级美的？